没有小朋友选我了，我明天就回家了。我明天就回家了。大宝要选择的，和他一起去旅行看这个美丽世界的那位爷爷，就是。别忘了我们的友情和友谊。我就是很喜欢小爷爷和张爷爷。那小宝呢？你最喜欢哪个爷爷呀？很小的爷爷。大狗来啦！大河马来喽！哦，太棒！看我们小宝多棒！我喜欢白胡子。为什么喜欢白胡子的爷爷？他有红眼镜，他也有百宝箱。大宝要选择的那位爷爷就是。小宝黏我，大宝不一定黏我呀。他们跟小爷爷非常熟，铁定一对儿。三二一，张爷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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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张爷爷，你说一点都不失落，那是假的。祝贺张爷爷、小宝、俊俊配对成功。哎呀，张爷爷给你礼物，八音盒。哎呀，这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哦，太没有想到了。哎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呦，你那么喜欢我，你离开爷爷就不行了。哎呀，我太激动了。没有想到，没有想到。我也想找爷爷。你哭了。可是我也想找爷爷，我也想找爷爷，找爷爷。我张爷爷是香饽饽呀。好，来来，我们亲爱的小玉玉，快来，来，我们一起走啊，来。好，亲爱的小玉玉，你是我们这里边最聪明、最可爱的孩子。今天要给你选择的是我们这里边最年轻、最会做饭、最会照顾小朋友的月爷爷，他也准备了礼物给你。我们就现在马上到他身边，好不好？你快去。月爷爷，都没想到呀！礼物。